你阿帮较轻松诶。嗯。你唔好急啦咯。要那无我已经歹做。你是要到底干啥？替阮翁生囝，真正是互你面子无讲开。我今仔日哦，只个嫁互你亲戚，你咧干啥？真正袂歹，不过老人的力头较无够，我甲你头安排一个查甫的话。这放疗哦，甲一般疗程无同款啊。假使你来介意较重大的，我会当用别个方式替你做。安怎做？你先替我变乖。你阿帮较轻松诶，嗯，你唔好急啦咯，要那无我已经歹做。嗯，安尼就对啊，你的身体真正有够好诶，肌肉够结实诶，今仔想要生几个哦，绝对拢无问题。哎呀，是我歹生啊，是阮某较歹有心。这真简单啊，我应该到三天。身体无爽快，明月就想到会当带客户来这做 SPA， 客户拢来，我敢会当袂来？我甲你讲，客户在边啊，你莫上大声，吼，会互伊听到。那蒋明月在甲你服务，是我叫伊做的。夫人，会长以后拢真注意伊家己的个人隐私，无希望有任何人甲认出来啊。啊，伊听讲我会当做芳疗，毋才请我甲斗三工。啊！这内面的服务生全部拢是查囡仔，伊要叫什么人做拢唔对。上主要的是，伊今日知影了后，你会乌白想。所以伊讲，你就答应。你早就孝顺阮翁，卖讲甲吼这么清白。夫人，阮衫拢穿好好，有啥物无清白的啊？迄是我想早你啦。你伫个办公室叫会长打电话给你。我看到一清二楚，高家教我变。夫人，迄当初你叫我出去，我着爱赶紧甲会长比手势，叫伊一定爱记你敲电话予客户，绝对毋是你想的安尼。我是真正足单纯，伫咧替会长抓人的。可是你若毋相信，我会当替你服务一遍啊，你着知影讲我是毋是会晓放疗失败。死鸭硬嘴皮。早就叫你哦，卖甲会长惊伤我，爱有分寸。你带伊来这个所在，搁家己替伊服务，你存什么心啊？我早就知影，你不三不四，真正是予你面子无讲开。我今仔日哦，只个嫁予你亲戚，你计啥？你真正是你害怕啊？你误会啊？黄阿兰，你哪有傻未啊？